谢谢简佑伦跟姚逸轩带来的精彩表演。冠伦，你怎么看起来有点闷闷不乐的啊？啊，我就跟女朋友吵架了啊。啊，你们是怎么啦？他传来都一直接已读我，打电话也都不接。说不定他只是在忙嘛，又没有什么了。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到底该怎么办才好？这些你们好好沟通就好了嘛，又没有怎么了。一定有怎么了啦，不然怎么会一直这样？怎么了？让我们欢迎苏颖田跟李佳薇带来的《怎么了》。
遇见更爱你的，飞翔着我不想说你不会动，请别可怜我，受伤的我究竟需要一个人的想念去度过，不想说你不会动，请别可怜我，先说我一定要永远笑着微笑，想着原来我们都一样顽固，怎么为谁都绝口不提要幸福，再也不能牵着你走未来每一步，我们怀念什么，失去爱那一刻才晓得。